上房吧，啊，上房吧，这就只能往上爬了。我给你，我都给你撇了。都给你脆了。钥匙搁哪呢？咸鱼，给你一条咸鱼。让我来这儿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钥匙在厕所？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地方指定不对。我们先拉闸。我怎么记得这地方我来过呢？这不又回来了吗？啊，那不对，那是、还是去左边。哎呦，操！巨婴，那巨婴归巨婴，怎么给这巨婴叫醒呢？巨婴。踩他肚皮吧，这。是不是得踩他肚皮？把他帽子揪了，揪他帽子！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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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搁旁边上楼。人儿搁哪呢？我这也看不见呢。什么事了？我给你都撇了，都给你，我都给你脆了。你瞅什么瞅？太丑，快点回去睡觉去，做饭去。别搁这丑了，干哈呢这？
呀呀呀，快钻钻，哎，钻，呀，这咋看见我的呀？哎呀，刚我看了一下，好像右边也可以爬上去。我们不行，顺右边爬吧。啊，顺右边爬。啊，不行，只能顺左边爬。右边被门挡住了。啊，他妈的钥匙搁这儿，我才看见。完了，他要开灯了，快快！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我看见钥匙了。其实我都不用爬，我就往底下一钻，其实就行，知道吧？开灯，然后我等他走，他不高兴了，他那不高兴和没头脑。哎，哦，明白了。明白了，哎，下楼，啊，做饭呢啊。先等他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再走。你瞅啥呢？哎呦我操！你咋回事啊？哎，你咋钻过来的呀？玩呢？我佛了，怎么还穿墙了呢？还这是卡 bug 了，快点起床！
赶紧走，你走完我就是赶紧上上去拿钥匙。我们动作快一点啊，这样他就跟不上我的动作。我们动作快一点。赶紧跑啊，别管他，快跑，也不用慢慢悠悠的跟他走，我们赶紧跑。溜了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你这现在那顶上那老些肉，你就不能吃两块吗？省得老饿。他就不应该给我们在这儿设计一个这种厨房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绞肉机。然后呢？啊，搅一搅。啊，一根香肠，再来一根。啊，香肠呢？就一根啊？就一根咋蹦啊？这他妈能蹦过去吗？这不扯淡呢吗？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想一想啊。这能爬上去吗？哦，刚才这也爬不上去啊。啊。啊。撇你。有个蒿子，哎，这往哪跳啊？啊，想想啊，很明显啊，这个地方没有用，我们得回去。啊，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啊，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把它给拉开，然后，这不对呀，这咋对呢？
把他给放过去。哦，明白了，让他的肉多一点，这样拉出来的粑粑也就大，也就长一点。刚才那一块应该是个鳄鱼肉。下来吧。哎，拉吧。你那么大一块就拉这么点儿啊，这够吗？这还是不够，还少一块。这么大一块肉就拉这么点儿，那肉都哪去了呢？那我得把这钩子上的肉给它拿下来呀。走吧。这地方挺墨迹啊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整这么墨迹。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。这回够长了。牛顿想哭啊。很明显，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尝一手，知道吗？一会儿指定得来一个大胖子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想到了开头，但我没有想到过结尾。瞎吗？你那木板子那么大缝，再见，溜了。我都不跟你磨叽，我就直接就跑。当你想上来找我的时候，已经没了我。我的人已经没了。这个地方设计的好啊，这不专门为我设计的吗？开门。
哦，我们先钻着凳子底下去。刀挺钝的，这啊、哦，原来他还有一个皮。原来这个不是他的脸皮，二皮脸，这在我旁边是啥意思？过来了呀，来不来呀？到底呀，他不来我咋拿钥匙啊？啊，嘿，哎，我这小操作，拿呀！再见。不是你追，这电梯里边有人了，你也追不上我，拉倒吧。溜达溜达，再见。嘿，我一个滑铲。进去啊！啊，这什么地方？焚烧炉吧？进来以后干嘛呢？爬，从这边爬。俩好好洗啊！我上个厕所。你俩好好洗。
呀，没路了，这能上去吗？这上不去呀、啊。这能上去？哎呦我操！眼神不错啊，还在那拍手，拍手是吧？我想想啊，我先出来，我们先从这边走啊。看不见，这眼神这么好吗？这老些泡沫的也能看见啊？我觉得吧，这就应该直接就跑，你知道吧？这就不应该就在那待着，直接就开撩。明白了，那、啊、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直接这就跑呀，就愣跑，我一个滑铲，你追得上我，我就直接就跑。啊！我一藏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把这扳手给他那啥了，吓哭了，我眼睛有点儿，哎呀，哎，瞎子，眼睛有点刺挠，我打开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这门能打开吗？不行，我这扳手把啥打开了？啥意思啊？这是？哦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，我看见了。啊啊！我瞅了，爬不上去。爬不上去，这样呢也爬不上去，那怎么爬呢？嗯，是不得回去呀？感觉应该得回去，嗯，还得回去一趟。那你哥呢？啊，你哥搁左边呢。等会儿我们从这边爬啊，一直爬，直接往上爬，直接爬。他妈上不去呀！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从这边爬。哎呀，这，哼，距离不够，用我们的操作来弥补。
从左边那边跑，啊，嘿，啊，存档点，刚才他妈开关没人给我传回来了，我服了，我怎么回不去了呢？啊，从这边来，要我从休息点重新开始吧，我从右边直接那啥呀，对，我从这儿写也行啊，这我这从休息点直接开始，再来一遍吧，没关系，很简单的，直接一路小跑，你找我瞎，累坏了吧，快点回去吃点东西吧，你可瞧给孩子饿的，快点的吧，赶紧再钻一回，我感觉我直接跑吧，这有个盘子，这有个脆盘子，我说的嘛，这都看不见啊，哎呦，快跑，嘿，左边那个呢，左边那洗盘子没，我赶紧从盘子上面爬上去，我先进桌子底下吧，他俩一块来了，这家伙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这个人过来干嘛，快点洗去，左边洗去，干哈呢，哎呀，你不用叫唤了，我走了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陪我，哎，抓我，哎，抓不着，哎，哎呦我擦，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我跳！撇我！撇我有什么用？拿下！开关给我关了。开关关不了，开关只能往回拨。谁设计的这梯子呢？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开始我就寻思是不是搁船里头。正啊，多富态，你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土豪豪华游轮。问题啊，有问题。千与千寻嘛，这是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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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没东西吃吗？这家伙，畸形种啊！啊，你没东西吃吗？这咋办啊？现在往哪走啊？爬盘子，一般有盘子的这种情况就应该爬盘子。健健身吧，你真的手。
搬走。哎，哎，奇了个怪了。他们都有吃的，为啥还抓呢？谁到了？你咋回事？妙水饺？哼！去去去去，妙水饺！一看这妙水饺啊，就是给别人吃的，看到吗？你回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们带点好吃的。没人要吗？这都上不去，算了吧。我先点个灯，这能爬吗？爬不了。那这妙脆角有啥用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给你撇上去啊。这不对呀、啊。香肠有什么用？香肠是不是悠到上面，然后从上面走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也上不去呀。没事啊，从右边走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抓我！抓我！哎，哎，我看见爬的这个东西，我就知道到底怎么走了。我也纳闷呢。这你们都这老些吃的了，你还抓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这么点肉，那顶上那一个鱼头都比我肉多。行，我不知道干啥呢。啊！我抓了呀，为什么不好使了呢？哦，蓝力号是蓝力号，快给我签名照！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啊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抓不住呢，
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再见！跑的可是挺快啊！厨师来了，上菜去啊！厨师快上菜，那客人都等着呢，快点去上菜去。瞎逼还找我呢呀，把门关上了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走吧呢。走吧，你要出去你不早说呢。那要把门关上了呢，那我咋出去啊？他给门关上了，我咋办啊？我想想啊，弹幕不能看，不能看。关键我就寻思，我看有没有人送个飞机儿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长时间了，一个飞机儿也没有啊。完了，存档没？档存上没吧？别又从这儿开始。哎呀，你走我出来。断网了啊，断网了，没事，回来了。好了吧，我们从后边跳下来，正好把他妈给劈了。
操，给我急死了！我本以为他们是要吃我，没想到啊，他们居然是想减肥。吓得不用你们追了，好吧？哎，不是，那跳了怎么没抓呢？哎，我摁了抓，没逃死。走，我差不多已经知道到底怎么走了，他的行进路线我也都知道了。哎，为啥走不动了呀？快走！哎，这他妈的是这，哎呀，这是佛了。我先拽住了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先给他拽住了。好像是直接走就可以，这都不用滑铲。这回比较快啊。应该能跑动啊，没事，这回应该能跑动了吧？我追！哎！拜拜，再见。又饿了。刚才那老些肉你一块不吃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他妈饿了，这就是挑食，看着吗？饿了，找吃的吧。哎，我这不有个香肠吗？把香肠吃了吧。哎，把香肠吃了。挺不是物啊。人家给你香肠你却吃。你也不吃，我发现了啊，这是不吃东西啊，这是挑食。坏人呢、啊、确实是坏人啊、哦、第二步也是个坏人，第一步也是个坏人。难道是撇个葫芦？撇？
要通关了，通关还有多长时间呢？10分钟，行，5分钟解决吧。现在开始倒计时，来一波速通。哎呦！这狠呐，这狠，哎，这有点狠啊。慢慢走啊，你这他就一声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好像不是这个，我感觉可能不是走这个位置啊，可能不是走这个位置。走哪个位置？我们可能得这个找点遮挡物啥的。不对呀，这慢慢来啊，慢慢走来，慢慢走。我明白了，他在那哼曲的时候我们走。现在呢？来，我操！安静了。钥匙，不行，这不能看你们这弹幕，这是像我不知道是钥匙似的。他人儿呢？没了啊！开门，哎呦我操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发现我的呀？这是老妹儿护肤做的不错呀，脸挺白呀。我觉得啊，
也别在这磨叽，赶紧跑，知道吧？就一个字儿，跑。嘿，赶紧跑。有没有存档？赶紧跑，赶紧跑！那前面指定啥也没有，不去啊！咱也不好奇，直接跑。哎，直接就跑。这是什么呀？照妖镜。这有啥用啊？这肯定有用啊，用这个把这个打碎吧。不对，我先看看上面啊。这肯定有用，这100%是有用的，这个东西。啊，哎呦啊，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哦，要揍他。好，揍他，来吧。哎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应该是往光那个地方走，应该是差不多啊，就是往光的那个地方走。哪有光往哪走？我今天要变成光。哪有光？光呢？光。嘿，净着拿着。拿下。现在我们有这个就等于无敌。三下吧，每应该 boss 基本上都是三下死。下一个应该在中间，第一个左，第二个右，下个在中间。我们往中间一站，他指定从我屁股后头出来，我回头一个照。还我，还我有用吗？还我，还我可没用啊！拿下！呀，这都没拿下，血挺厚啊。没拿下吗？我操，这都照四下了，我净着睡了。哎，兄弟，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回来。
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人给我送飞机，谢谢红鳟鱼的一个飞机，感谢红鳟鱼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一天天的呀，哦，妹妹，吃人呢？这是吃人肉啊！让我走了一波红毯啊，哎呦啊，我好像有点无敌了啊，这确实是无敌了，你瞅啥？瞅谁谁死，现在啊，瞅谁谁死。解锁成就 ，The leader 是 questions， The leader 是 questions。完事儿，这个要是二十几块钱，我觉得还挺合适的。他要管我要160，我说实话有点贵。流程太短了，像我这种高玩，俩点没到，通了。有彩蛋呢，那等一等吧，彩蛋。
谢谢泰迪莫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泰迪莫的飞机啊。玩完体验完你退款那是能行吗？拒绝白嫖啊，本直播间也是的啊，希望大家不要白嫖。这就跟看电影一样，你看完电影你退票那能行吗？在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应该享受了，享受了那就不能退了啊。彩蛋呢？彩蛋在哪儿呢？彩蛋，谁能跟我说一下它的字幕得出多长时间？可爱喵的亲叔叔，有特效啊！谢谢元气大贝的飞机，感谢元气大贝的飞机。亲叔叔有牛气冲天。可以快进。不可能，没有任何一个按键可以快进的。按哪个快进啊？按哪个键呢？是快进？ESC 不行啊，我估计快完事了。让他在那翻吧，翻页吧。有 DLC 呀、啊，我看看。DLC 不玩了吧？玩一遍还玩 DLC？轮回播放没有彩蛋，彩蛋不可能，我们今天必须把它给等完了啊，必须把它给等完了。哎呦，谢谢守护远远的张先生，哎哎，有彩蛋啊、哦、有彩蛋，
还什么彩蛋，非常感谢您的游玩，不客气。没了。啊，就这水平啊，没了，没了。